손등을 간지러 주오 <laughs> 잠깐만요 잠깐만요 <웃음> 마이크, 마이크 좀 마이크 마이크 야 마이크 야야자 이게 완전히 야이 퐁당퐁당이 퐁당퐁당이 이렇게도 변할 수가 있구나 야 완전히 트로트로 변했죠? 자 우리, 우리 이진철 우리 친구 예, 네, 마이클 잡고. 자, 박수. 자, 이 노래에 맞춰서 1절과 그 다음에 2절은 장조를 바꾸실 거죠? 예. Yeah. 2절을 힘차게 불르도록 하겠습니다. 음, 하나, 하나 둘, 둘, 퐁당, 퐁당, 돌을 던지자. 누나 <laughs> 몰래, 돌을 던지자. 내물아 퍼져라, 멀리 멀리 퍼져라, 건너편에 앉아서 나무를 심네 우리 누나 손등을 간지러 주어. 자, 음무시 박자무시! 퐁당, 퐁당, 퐁 누나 벌레 돌을 던지자 내문 퍼져라 멀리 멀리 퍼져라 건너편에 앉아서 나무를 심는 우리 누나 손등에견지러 주어라 예! 자, 이 분위기 고대로 유지하시고 걱정을 모두 버리시고 힘차게 부르시겠습니다. 둘, 셋, 넷, 어. 好，今天我们呢谈一谈动脉硬化和高血压。嗯嗯，动脉呢，呃、是在呃动脉里的血液里边有啊、呃、有很多物质，是吧？ 融很多融化的物质当中呢，有个物质叫大家非常熟悉的物质，叫胆固醇。胆、这个、固醇呢、啊、是什么样的物质呢？它不是我们所通常认为的是坏的物质。如果没有胆固醇的话，你们就无法维持生命，而是对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种物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身体啊是由各种各样的数以万计的。 细胞构成的，那么构成细胞的重要的要素当中，这个细胞膜呢？这个细胞膜的主成分，主要成分就是胆固醇。如果我们人体内构成细胞所必不可少的物质就是胆固醇，那么不可或缺，是吧？那么我们身体里边呢？ 再需要的东西，再离不开的重要的东西，如果它是存在的量要比我们所人体所需的量多的话，或少或多都不行。啊，缺乏胆固醇或者过高的胆固醇都不行。所以我们称之为人体是一大中庸，是吧？一大太极。所以说节制啊是非常重要的。 什么是节制呢？就是适量而止，是吧？所以我们经常说，饭吃七分饱，话说五分多。再好的维他命啊，你吃多了，反而适得其反。那么吃多了会对我们身体呢起副作用，大家这一点一定要牢记在心。所以大家说什么什么好的贵的，大部分的情形啊，反而给你们身体带来。 啊，负担没有什么好处。刚开始呢，可能稍微有点好处，是吧？因为你们身体里或许缺少这些维生素，那么补充了这些缺乏的维生素，你们身体呢，可能有一时的好转现象。当维生素、营养素平衡以后，不再需要了，那你继续摄取从外边摄取这些营养。 就会营养过剩，不但糟蹋钱，也糟蹋健康。那么我们细看这个胆固醇，胆固醇呢，这个理儿就十分明白了。氧气也是一样的，氧气我们一时也离不开氧气，只要离开三四分钟、五分钟，我们就要死亡了，是吧？一命呜呼。这么重要的氧气，如果大家啊。 三三十分钟不呼吸就一命呜呼的，空气呢？氧气在空气当中的配比啊，仅仅为百分之二十一。如果空气当中氧气的浓度为百分之五十的话，我们可能都不能存在了，因为浓度太高，是吧？因为氧化作用太厉害，所以百分之百的话，可能都要死掉了。啊、呃，如果没有这个氮气啊。 啊、呃，没有没有其他的空气适当的调和的话，我们就呃存在不了，生存不了，这也是一大中庸。所以当孩子们犯肺炎的时候啊，然后给他们人工吸氧，人工吸氧是吧？人工吸氧的时候，医生呢非常小心的调节氧气的浓度。那么这个护士一不精心，把这个医生调好的氧气的呃浓度调高了。 那么，纯氧吸进去以后，眼睛就要失明，因为血液当中的氧气含量太高，那么视网膜就要被破坏。再好的东西，氧、空气也好，氧气也好，营养也好，一定要适量。这就是生命的、生命的法则。生命的法则就是一大中庸，要节制啊！物极必反啊！好的东西多了，也会什么？会物极必反啊！ 没有例外，只有一个是例外。什么是例外呢？越奢侈越越,越多奢侈越好，只有一个什么？就是生命的气息。除了生命的气息啊，一切都需什么？一切都需节制，都是生命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一定要保持中庸的原则，是吧？要适可而止。空气、水、营养。 所有的都离不开，很重要，但是一定要节制。大家说什么好，趋之若鹜啊，那么就偏了，偏了就毁了，是吧？所以大家说什么吃补药啊，啊这个好那个好，趋之若鹜，什么这个精那个丸儿那个液，什么蘑菇汁儿，成天吃偏方，什么偏方吃大病，都是什么远离了中庸的原则，远离了节制的原则，对我们身体有害。 尤其是对我们肝呢，造成额外的负担，所以肝呢，为了处理这些过剩的营养啊，所以就呃马不停蹄的运转，歇不着是吧？所以这个胆固醇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啊。那么没有胆固醇的话，细胞膜就无法形成，那么细胞膜不存在，细胞就不无法生存是吧？所以这个胆固醇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呢，就是嗯。呃 大家知道哈，steroid 荷、啊、尔蒙，steroid 荷尔蒙荷尔蒙是什么样的荷尔蒙呢？它的化学结构啊，是用 steroid 构成。那么 steroid 的结构是什么结构呢？就是胆固醇结构啊，就是胆固醇结构。那么 steroid 荷尔蒙呢，需要啊大量需要大量的需要 steroid。 荷尔蒙，那么你们身体当中呢，就生产出更多的胆固醇。胆固醇是十分十分重要的。即便你们不摄取胆固醇，我们的肝细胞呢，可以非常啊、呃、适时的生产出你们身体内适量的需要的胆固醇量。那么胆固醇生产胆固醇需要的什么？只有糖分就可以啊，有糖分就能合成胆固醇。道理很简单。 所以，只要大家能，呃，吃饭吃得好，胆固醇就能啊、呃、适量的从肝脏里生产出来。所以说，食补不如药补，是吧？药补不如精补，精补不如神补。那么吃肉类呢，胆固醇含量就要增高。吃料吃肉意味着吃什么？肉是什么？肉是吃什么？就蛋白质，动物的。 动物的肌肉纤维、肌肉细胞是吧？这个肌肉纤维里有很多的蛋白质。那么吃肉啊，就等于是吃细胞是吧？吃上十亿、上兆亿个细胞。那么细胞里面有什么？胆固醇多是吧？那么植物性的、植物性的食物当中呢，胆固醇很少、很少、很少。那么我们吃植物呢？ 啊，我们吃地瓜，地瓜呢是由是细胞组呃组合成的营养物质，它本身不是细胞。苹果，它是细胞做成的营养物质，是吧？啊，细胞核和,和那个苹果核是细胞。那么我们吃吃叶子的话，可能吸取很多很多。 啊、呃、细胞但是大家吃生菜的话是不是吃很多胆固醇呢是植物性的啊、呃、植物性 steroid plant steroid 叫 phytosteroid call it、er、是动物性的 phytol 是植物性的植物性胆固醇啊啊 所以说，植物性的呃食物，植物当中所含有的这个 phytosterol 呢，和和胆固醇是截然不同的呃物质啊。那么你我们小朋友喜欢的鸡肉啊、牛肉啊，还有这个披萨啊，啊，所以因为吃的都是什么，都是动物性的脂肪啊，所以呢啊，胆、呃、固醇含量就非常高。 那么大家在这里吃的食物呢，胆固醇基基本没有。那么吃动牛吃不吃？牛吃不吃肉呢？他不吃肉是吧？但是他怎么能生生产出呃牛啊、呃、牛肉来呢？因为牛的肝呢可以生产出胆固醇来是吧？我们吃它就等于吃了动物的什么？我们身体呢就会啊。呃 进入过多的胆固醇，因为我们身体内已经在生产适当的什么胆固醇了，所以大家吃鸡肉啊、鱼啊，那么摄取大量的动物性胆固醇呢，胆固醇指数当然就会升高，是吧？那么升高以后呢，身体呢就会努力的去清除这些过多的胆固醇，是吧？过剩的胆固醇，那么清除过多的胆固醇呢？ 啊，在我们身体里呢却没有这道程序。那么清除胆固醇呢？靠，要靠来用肝来，呃，由肝来担当。但是因为 cholesterol 对胆固醇对我们身体内十分重要，所以呢，它不会没有一道呃清除的程序。因为肝脏呢，可以适时适量的生产出我们身体所必需的胆固醇。 然后提供提供给身体，啊、呃，各个细胞生产细胞膜。那么，steroid 荷尔蒙呢？嗯，类固醇是吧？是男性荷尔蒙、女性荷尔蒙，还有什么？还有说的 c c o t i 睾酮荷尔蒙，这些都属于是，都属于是类固醇是吧？steroid。Ster 我们身我们身体所产生包括这三种荷尔蒙所在的所有的荷尔蒙啊，都是我们身体所需，所以才生产出来的是吧？那么，cortison 可地松，可地松吃多了的话会有副作用是吧？那么，可地松荷尔蒙呢，和这个呃类固醇的主要一种是吧？那这个可地松荷尔蒙呢，什么时候我们呃大量的服用它？ 什么时候？啊，大家也有呃吃过克地松的人是吧？克地松个人没吃。呃啊啊，有各种克地松药类是吧？主要这种药类呢，对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人啊，服用这些克地松类的呃药物是吧？那么吃这种药物呢，T 淋巴就会被被杀死，会削弱。 所以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啊，是我 T T 淋巴发生了啊异、呃、变，然后攻击我自身的脏器啊、呃，肾脏啊、脑细胞啊、肺呀、啊、肝呐、啊、我的视网膜啊，它敌我不分，然后攻击这些啊、呃、自身的脏器。所以呢，现代医学呢，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呢，就是就是杀死这些敌我不分的变异的 T 淋巴，是吧？ 那么自身免疫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的肾衰竭症呢？那么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呢？嗯、呃，他得靠透析来维持生命，是吧？啊、呃，得定期的去做血液透析。那么通过透析呢，并不能回转啊、呃、肾的衰竭，只能只因为肾脏不能啊、呃，不能进行这个呃。 过滤血液的功能，所以人为的用人工肾脏呢，通过机器，然后呢进行透析，进行过滤，把血液当中的一些啊、呃、杂质呢啊、呃、清除出来、分离出来，然后把血液再还回还原到身体里的这种人工肾脏。那么期间呢透析的时候呢，肾脏呢就是歇菜了，是吧？下岗了。那么下岗的这一瞬间呢？ 这个变质的 T 淋巴呢，还在不停的攻击，攻击肾脏，所以呢，透析呢不能从根本上拯救衰竭的肾脏，是吧？它只是起到什么，让我们的血液啊、呃、保持啊、呃、清洁，然后维持生命、啊，所以说，大夫说你得移植肾脏，移植肾脏之前呢，你得通过透析来，得等着等着透移植是吧？等待移植。 因为有人得，呃，捐赠适当的脏器是吧？所以在此期间呢，你必须得进行透析来维持生命，不然都会得尿毒症、血毒症是吧？败血症。那么你们对透析啊，不一定不一定有惧怕的心理啊。但是我们韩国人呢，却觉得什么？也也不知道，啊、哦，也不知道怎么了，说是。 透析啊，是好像是一开始的话，可能就得知道死那天必须得，总得透析啊。那么恢复健康了的话，就不用再吃了，不用再透析了。那么高血压药得吃到死的那一天，血压药啊啊，一旦开始的话，要死要活也得吃啊。血压好坏必须得吃，不是这个意思，这是这是不懂不懂道理的人讲的话是吧？医生所说的。 意不是这个意思，是吧？医生说这个意思的理由啊，血压呢，啊、呃，可以用药物呢。我现在给你下处方的这个药呢，是不是医治你的高血压的疾病？啊，只能，只能吃到呃死的那一天，是吧？那么，如果通过新起点生命运动，你的血压完全恢复正常了。 那么这个药就不用再吃了，再吃就是傻瓜了，是吧？血压已经正常了，所以大家脑子要灵活一点啊，不要是，啊！你们要想一想，懂不懂啊？啊！人们呢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没脑子，人们就是这样没脑子。 前天呃上课的时候，说出来做个表演，我一看呢、啊，我看没没表演出他的真实实力，表演了百分之五十的能力啊，啊，啊，他原来的实力要高得多，啊，那天晚上是，啊，可能抹不开面子是吧？ 啊，模仿的有点不像。哦，我们金融业教授哪顾面子？是，一我我得再给他一次机会啊，让他做表演。啊，我我在的时候你表演啊。哈哈哈。啊，跑题了。 那么血液透析啊，那么肾脏功能恢复了，你就可以不用再做了。你们通过新起点完全可以恢复的，是吧？透析就不用再做了，因为肾脏恢复功能的话，可以从啊、呃、一个月三次，从减到两次，两到一次，是吧？以后就完全停止了。那么遗传基因是可以恢复的，基因是可以恢复的是，是可以修复的，所以你们是能够康复的，懂吗？ 所以啊，嗯，你们看，这个这个类类固醇呢，当中的可的松激素呢，是什么时候生产出来的激素呢？都是我们人体必须的激素。我们会有这样那样的压力，是吧？那么一旦有压力以后呢，为了在这个受压力的情况下。 啊，让我能够挺下来的，挺下来啊的这个激素叫可的松激素。如果我们受压力却没有可的松激素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崩溃了，是吧？我们就会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激素。所以呢，可的松是个非常非常情况下分泌的激素，是吧？在紧急状态下、非常状态下，当我们身体在极度的压力下。 在紧紧张的状态下，能够啊，能够挺下来的这种啊，非常措施啊，所以在不是紧张，好，这一般状态不是战备状态下，你们还啊，服用服用更多的这个可的松激素的话，那么我们身体就会怎么样啊？T 淋巴这样的细胞就会起老化衰、衰衰亡是啊，衰死衰败是吧？所以，这可的松这样的激素啊，呃，是要小心服用。 它在我们身体内的时候呢，它不是坏的东西，是男性荷尔蒙、女性荷尔蒙都是非常重要的。它的原料呢，那么它的原料就是克里斯的类固醇啊，类、呃、固醇。我们统称为什么？统统称为什么？啊、统称为类固醇是吧？胆固醇啊，得生产这个，生产这个。 呃，细胞膜还有还有这三种非常重要的生产类固醇的最根本的原料就是胆固醇，所以胆固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原料，是吧？是不可或缺的人。但是再重要的东西，不适量，如果过多的话，摄取过量，那么最终呢会导致什么？在我们身体里起副作用，啊啊，过多的胆固醇呢？啊，因为我们肝呢要啊由肝来负责这个分解分解胆固醇，是吧？ 但是如果过多的话，太重要了，所以呢，人体呢就舍不得，啊、呃，把它排到体外。但是人人呢吃肉啊，也也没想到他这么贪吃是吧？太能吃肉了。还有就是人呢，受压力呢，那么受压力的话，这个胆固醇就会升高是吧？所以是，所以上帝啊就不知道你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那么我人体内呢已经生产了足够的胆固醇，但你却从外边摄入很多的胆固醇，还受什么？还受过多的精神压力啊，怨恨、竞争啊，尔虞我诈啊啊,啊！钱挣的已经够多了，他还是贪得无厌，嗯啊，受的精神压力就越来越大。完、啊、这样的胆固醇呢，这样的怎么样？就得体内体内就得怎么样？ 就是升高胆固醇，升升高胆固醇，那么更想吃高胆固醇的食物，生产更多的胆固醇，因为我们受精神压力，是吧？所以呢，胆固醇呢居高不下，啊，那么人体呢就排除不了，排除不了这个胆固醇，因为我需要更多的胆固醇，是吧？因为受精神压力，所以我们身体啊是,是生活啊是一塌糊涂。 上帝所所原来计划的啊、呃，我们身体的平衡是什么呢？是适可而止，是吧？你们看啊，啊这一边大吃大那、呃、大吃大大喝啊，肉类胆固醇很高，那么还受精神压力，那么胆那么胆固醇想要排除，但是受压力呢，胆固醇是居高不下。我们需要胆固醇，所以呢。 从饮食的角度来看呢、啊，通过新起点，呃，是，饮食饮食呢，那么胆固醇呢是不会升高的。从饮单纯饮食的角度来看，因为从外部啊，我们不摄取不必要的胆固醇，但是还有一些人呢，啊、呃，尽管他不吃有胆固醇的食物，但是他胆固醇数值还是居高不下。这样的是什么呢？就是精神压力过高的人，受精神压力啊。 人体就需要需要可的松荷尔蒙是吧？可的松荷尔蒙为了生产可的松荷尔蒙呢，就得多生产出什么胆固醇？即便不吃胆固醇食物，但是体内还得生产出更多的胆固醇，所以呢，胆固醇数值就会居高不下。嗯，所以呢，自然呢，自然呢，胆固啊，我们身体呢就呃。 啊，有这个排除胆固醇的机制，但是这个机制呢，却不能被激活啊！大家看啊，过多的胆固醇在我们身体里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呢？嗯、啊、哼，那么，那么上帝知不知道呢？当然知道啊，是我们的身体当然知道。那么上帝就安排了一道清除这些过剩胆固醇的程序，但是人们呢？ 啊，那些啊，对身体有害的那些食物，还有那些对健康不利的精神压力，没有节制，那么身体里边一点的、啊、没有清除胆固醇的意志，是吧？这种意信息根本都没有。那么这种意志是什么样的意志呢？就是说，呃、啊，啊，我我要尽可能的多吃胆固醇食物。 我要储存更多的胆固醇，呃，只有这种信息是吧？所以胆固醇摄取，呃，摄入量高啊，然后受精神压力的话，你们的血管壁呢就会累积大量的胆固醇，这是大家的。 心脏啊，把心脏放大啊、呃，这是心脏啊，这是主动脉啊，呃，把血液输送输,输送出去的主动脉，这是分支是吧？一条两条这样分分，这个分支啊，这个血管我们称之为。 冠上动脉啊，冠上动脉就贴附在心脏上，提供心脏营养和动力的营养、营养的血。这个冠状动脉所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呢？给心脏提供养料和营养，提供养分，是吧？那么这个血管呢，担当着心脏的供给，是吧？所以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心脏本身提供不了氧气的话，那么心脏就无法进行正常的功能。所以，首先呢，给提血心脏自身提供血液，通过冠上动脉、冠状动脉是吧？那么血管呢，好像打到到这儿打住了，但是其实呢，还有很多的，还有的啊、呃、末端深入到心脏的内部，形成微循环体系，就是很多的啊、呃、毛细血管。 在心脏里边呢，啊，密布。那么，我现在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看这个心心心脏这心肌啊，啊，比如说把心肌呃剪切下来一块，做成切片。 这心脏内壁啊，这心脏内壁是有很多血液是吧？嗯、uh、哼，huh, 有很多血液。这心脏外面，这上面贴附着冠状动脉是吧是？然后形成很多的微循环体系，就是毛细血管。 像树根一样，是吧？那么健康的心脏啊，是什么样的心脏呢？就是心脏壁里边的毛细血管，就微循环系统，微循环系统非常良好，就是微循环系统的毛细血管非常密布，说明心脏心肌里面的氧气供应啊非常充足。啊，有的人呢，但是有的人呢。 啊，毛细血管呢都萎缩了，啊，缩萎缩了。这样的人和毛细血管啊非常枝繁叶茂的人，他们两个人的有什么差别呢？他们两个人有什么差别？那么，啊，在屋子里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没有没有什么差别，但是爬山的时候、运动的时候，尤其是登山的时候，或者 或者伤心的时候，有有心烦的事儿、烦心的事儿时候、烦心事儿的时候，登山的时候啊，毛细血管微循环良好的人呢，啊，他们爬山很轻松，啊，因为爬山的时候呢，啊，运动量加大，那么心脏的负荷也随之加大，需要更多的血量血量供给，但是心脏有力量，如果毛细血管萎缩的人呢？ 心脏得超负荷的工作，但是营养跟不上，氧气供不上，所以就怎么样？就感到什么？胸闷、心悸、心绞痛，是吧？啊，心绞痛，感到很很气闷，啊，所以就爬不了山，中途得歇下来。还有呢，那么不登山，但是啊，窝火、上火、生气的时候，嗯，接到了一个不高兴的电话，那么他就感到什么？ 感到心慌心悸是吧？胸闷、心疼，这种症状我们称之为什么？这我们也称叫“狭心症”是吧？心脏里边的毛细血管萎缩、说微循环啊状态不好的人，这样的人呢，大部分都是不做运动，啊、爱吃那些油腻的食物，爱吃肉类，这样的人。 爱吃油炸的食物是吧？嗯，感到胸闷、心悸，嗯。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成为这样的人的可能性就越高。好了，那么，那么，那么呃，原来啊，我们的心脏肌肉的里面呢、啊？ 啊，有丰富的这个毛细血管，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萎缩现象呢？首先不做运动，第二饮食过大的油腻啊，油腻的食物，毛细血管就会堵，发生堵塞，那么血液就没需要没没呃不畅通，所以毛细血管就萎缩，丧失功能。运动不足，再加上什么高脂肪的饮食，再加上什么？ 还有就是最重要的精神压力啊，心里有怨气儿是吧？气不打一处来，嗯，恨得咬牙切齿啊，嗯，然后手脚冰凉啊，啊，后颈发硬啊，这个时候毛细血管就萎缩了是吧？所以导致这样的心脏疾病是吧？嗯，大家明白这个道理，那这样的话最后呢，啊，这样的人呢？ 就变成心肌，就容易得心肌梗塞，是吧？啊、嗯，比如说血管呢、啊，比如说这个冠状动脉啊。 比如说这儿发生了堵塞，那么这一块肌肉就要坏死，是吧？为什么？因为营养和养分供不上。那么毛细血管微循环良好的话，那这里边有很多丰富的毛细血管哈，它们之间这里边都是形成了一个网络，嗯。那么这种微循环系统呢，这儿。 这儿堵的话，如果向这边开的话，氧气还能还能供给上，所以呢，所以心肌梗塞就可以避免。所以平时做运动、做健康食疗啊，远避那些肉类和油腻的食物，对我们是至关重要的。嗯嗯，好了，那么，所以啊，在这里你们看啊。 哎，这真不好使了。大家看啊，这是什么？是血管，血管是心脏，啊，这是大动脉是吧？主动脉，然后这是冠冠状动脉，这样分支下来。这动脉这个部分呢，切片进行横切进行切片放大啊，它就是这样的。 啊，非常干净的一个血管，血管的成，三层啊，以内膜层、中膜层是用肌肌肉构成的，所以让让肌肉富有弹性是吧？可伸可缩。嗯，这、就是外膜层。所以这个啊，那么胆固醇过高的话呢，啊，在血管壁内就这样啊积淤了是吧？嗯、淤积了。 这个黄色的称称黄色的为胆固醇，它淤积在血管壁内，这个血管壁内就变得僵硬了，是吧？硬化了，发生硬化。那么硬化以后呢？这种血管呢，啊啊，用剪子都剪不断，有的时候，后头得用锯，用锯给它锯锯掉啊，像木头一样啊，发硬啊，变成这种状态。那么在这种阶段再发展下去的话。 慢慢慢慢，血管壁就怎么样，变狭窄了，是吧？狭窄以后呢，血压当然就要升高了，嗯，所以是高血压就是这么来的。那么，有的情形呢，啊，心肌梗塞、脑梗塞的理由，这是，比如说你看啊，有的时候它会发生皲裂啊，类似像火山爆发一样，里边的这个。 黏糊糊的这个血块啊，呃，淤血啊，就会喷射出来，然后把把动脉给堵塞。这种这种血液啊，流、呃、到这儿就流不下去了，是吧？啊、呃，那么剩下的血管呢，呃，余下的这个部分呢，那么所有的呃提供营养和氧气的心肌呢，就会变坏死。 我们称之为什么心肌梗塞？那发生在脑部就是脑梗塞，是吧？那么这个血块，我们称平时就称之为血栓。所以这块儿啊，我们嗯称之为冠状动脉血栓症、脑动脉血栓症。栓是什么意思？栓就是把什么东西栓住，是吧？所以我们称之为血栓症。 哎，这个血栓症，那么发生在血管里呢，啊，问题就严重了，是吧？那么，那么这种状态呢，我们称之为心脏麻痹，啊，心脏麻痹。那么一堵塞，心脏心心脏就会发生麻痹，一麻痹以后呢，再过一会儿呢，就会什么，发生梗塞，是吧？啊，现在大家。 呃，有点眉目了吧？那么，你们看啊，这个胆固醇呢，这个胆固醇啊，能否被清除呢？就像下水道清淤一样，能不能清出去呢？能否清除？嗯，你们说能不能？啊，应该能。那么，上帝呢？啊，你们只要杜绝那些上帝。 让你们杜绝的那些食物，油腻的食物。我给大家看圣经，好不好？利未记三章十七节，你你们。 住的住处，油脂和血都不可吃，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嗯，只有我们韩国人呢、啊，我们中国人呢、啊，油、啊、腻的食物真是喜欢的不得了啊！这就致命了，是吧？啊，那些呃牛肥牛啊，肥羊啊，啊，嗯、那是光瘦肉的不好吃啊，还是说？ 啊，还说什么是花是吧？五花肉那是花吗？啊，为什么更贵呀、啊？为什么更贵？为什么更贵啊,啊？我我忘了讲一个事儿，以后再讲吧。嗯，大家呀、啊，原来这个这个里脊啊，里脊本来是是呃纯瘦肉啊。 这个里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肌肉。里脊是哪儿的？哪儿的肌肉啊？就是脊椎两侧的肌肉，就叫里脊，是吧？从哪儿到哪儿呢？从后脑一直延续到哪儿？一直到骨盆，是吧？做什么的肌肉啊？就是连接连接脊椎和啊、呃、脑袋瓜子啊、呃，连接连接脑袋瓜子。 啊、呃，就是让它固定它的、固定它的位置的。你们是坐卧啊、呃，除了躺以外，是这个里脊呢，总是在什么调整状态是吧？维持你的身体的知识。所以这个里脊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是非常粗的纤维。大家摸的时候好像不出，但是里边呢是非常强壮的、圆状的。 肌肉是吧，然后一直到连接到骨盆。里脊如果呃不强硬的话，身体就会怎么样啊？像提线木偶一样啊，然、啊、后就变成这样了啊。哈哈。那么这个里脊是两处是吧？左右一边一一处。那么这两处光靠这两处呢，那么脑袋瓜子到脊椎呢？ 还维维持不住啊，还得靠什么？啊，那么再往里进一步，还有两个柱子，我们称之为什么？称为力啊啊，那里下面的肌肉啊啊，这四个柱子呢啊，这称为擎天柱，然后支撑着我们的脊椎和脑袋瓜子。 所以这个里里脊啊是卖的最贵、卖的最好的肉，是吧？所以这个鸡，所以说越是使用越多的鸡肉呢，它越是没有脂肪，是吧？哪儿的脂哪儿的肉没有脂肪啊？是大腿肌呀、啊，因为天天走路，是吧？是所以说，肌肉上有有脂肪啊，说明这个肌肉啊。 肌肉呢就没有得到正常的使用啊，那么肌肉是由肌肉细胞构成，那么经常运动的肌肉呢是没有脂肪的。这些牛啊，现在的牛啊，它不工作、不劳不劳作是吧？那么关起来在牛栏里呢，啊，饲养，那么就是让他们一天到晚吃，长膘，啊。 所以什么还有什么中草药饲料，养的这个牛是吧？那么，说牛吃的牛吃完了我们再吃就好。那么，那么中药好的话，你们直接吃中药好多好。先么喂猪喂牛喂鸭，然后你们再吃那个东西，吃二手的东西。我发现你们的兴趣爱好真是怪极了啊！嗯、啊，稀稀还吸。稀 都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商业的手段啊，和健康是没有健康是没有关系的啊！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我要说这个话的话，那些养牛养猪的非得非得削死我不可啊！一九八八年，我在呃韩国 KBS 电视台讲了这些以后，那么那个韩国畜牧业协会的呃，经济到家平郡的。 呃，这个畜牧业会长对我来说，什么？他说：“李博士，当时，当时我们由于您的这一句话呀、啊，我们呃简直都快破产了啊，肉肉都卖不出去啊。我们我们这个朴先生那个时候啊，啊，因为李香九啊，啊，吃了不少亏。呵呵” 这那是肉啊！那时候养了三千头牛，三千头牛啊！啊，那个时候损失了六亿，那不得恨恨的，我不得咬牙切齿啊！然后说组织一个突击队要绑架我，杀死我，家平郡的这个。 畜牧业会长曾经像我这样告白啊，好了，所以圣经里面呢已经告诉我们，一切油脂和血你们都不可食用。血液里面呢有很多的胆固醇啊，因为里面有很多血液，血液里面呢还还有很多的这个呃。 不好的东西啊，什么喝血、吃血都是对健康非常不好的。还有吃什么？最不好的是什么？啊，那个光肉还还差一点是吧？所以我对小孩子们、小朋友们就讲，想吃的话就吃什么？吃那个烤鸡，烤鸡把那些脂肪全都啊拿下来的肉的都发干了是吧？啊，肉肉发发干。 肉本身呢，这个没有什么呃嚼头是吧？那么这个油脂的味道啊，才是肉的味道是吧？人们就就是喜欢那个味道啊，是吧？所以五花肉喜欢吃五花肉，嗯。说我呀，开先不跟我讲啊，所以说什么韩韩牛啊，是美国、英国这些牛啊，比如说除了澳的。 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牛以外啊，都是圈养圈养的呃牛是吧？所以所以说韩牛啊也是，我以为啊也是像这个啊新西兰、美国羊是放牧的哈、啊，也是同样圈在牛栏里喂哈、啊。所以说韩国的韩牛为什么好吃呢？那么饲料喂的有多么啊、呃、科学？ 那么激素用的有这么好，就是这个差别。所以说，寒牛啊，我以为是这个自然放牧的牛是吧？不是的，其实也是圈养的，嗯，也是人工喂养的是吧？哈哈。 我们朴先生是不是够受更大的精神压力啊？我们这朴先生是搞畜牧业的是吧？啊，赔了不少钱。还有啊，啊，你们也不要吃什么？吃腰子，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油脂，就是靠腰两旁的油脂，并肝上的网子。 和腰子，一切取下都不要吃。那么肾脏是做什么的？啊，都是那些过滤不好的东西的地方，所以你们不要吃，是吧？腰子不要吃，还有血，还有什么油脂？油脂为什么不好呢？油脂本身呢是胆固醇太多了啊，这本身是一个问题。另外、啊、还有呢，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现在今天呢，啊啊。 啊，什么 DDT 啊、除草剂啊、杀虫剂啊，这些牛的饲料呢，就把这个呃农药呢都吃下去，那么把这些毒素呢都储存在脂肪里边，脂肪呢，哦，我们吃脂肪是吃牛所吃的毒素是吧？所以猪的五花肉里边呢。 啊，因为猪猪吃什么都吃是吧？逮什么吃什么，所以逮什么吃什么的动物的油脂呢，就越来越厚。为什么？它要把身身上的毒素呢，全都储存到脂肪里边是吧？这是也是保全自己的一个方式。那么，山上的动物当中啊，啊，吃草的那些草食性动物啊，如果你给它，呃，是。 撒上这个 DDT，那么 DDT 呢都变都储存在哪里了？储存在动物的脂肪里了，是吧？所以脂肪呢对人体是有害的啊。握手啊！你要加油啊，小朋友加油。嗯。啊，我们的小朋友非常喜欢吃肉，但是听完了我的课以后啊，我看这这个决心不小啊。 是吧？以后不吃了吧？啊！所以圣经啊，是真的，上帝这这句话，这些记录都是三千年以前记录的，别的经典，任何经典里没有记得这么详细，非常科学，是吧？迄今为止啊，和现代也科学啊，非常吻合。所以除了这些，呃、啊。 这些东西呢，都要用火烧掉啊！真的想吃的话，吃一点瘦肉是吧？啊，是这样。所以啊，如果大家真的馋肉的时候啊，呃、嗯嗯啊，吃一点那个就是那油脂都除掉的烤鸡，还有那个炖鸡。 啊，把油脂都都煮出来的炖鸡啊，清炖鸡啊，炸鸡，然后说啊，那个鸡鸡皮好吃是吧？那鸡皮就是什么油脂是吧？啊，所以啊，那圣经啊是非常有趣的，上帝真是苦口婆心是吧？哈，你看利未记十一章。 那么鱼当中啊，鱼当中啊，那些无翅无鳞的，是可证的，你们不可吃它的肉。那三千年前记录的圣经是吧？最近啊，最近人们才明白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啊。那么无翅无鳞的都是什么什么样的？我们所说,说的所谓的海鲜是吧？什么蟹呀、啊、虾呀、啊，什么这个。 啊、呃，乌鱼啊，鱿鱼啊，喜欢鱿鱼吗？这些东西啊，都是什么？都是以吃呃尸体为为主要食物，是海底的垃圾清扫部队，是吧？啊，这些大部分都是什么呢？都是在深深海区是没有的啊。进入深海区啊，吃那些啊。 吃那些呃海藻的啊、呃、食物啊比如说像什么啊、呃、黄花鱼啊，像鳞刺分明的这些鱼都是干净的鱼啊啊，稍微好一点。但现在鱼也不能也不安全了啊，因为这水银汞汞汞中毒很很厉害，所以现在鱼也不能够啊放心大胆吃了。所以现在这个世世界啊已经污染的不像样啊啊。 所以什么鳗鱼啊，都是，都是什么，垃圾清，海底的垃圾清扫部队啊，啊，清扫那些尸体啊，腐烂的东西。所以你们不要吃到。但是，上帝不让你们吃的东西呢，人觉得都说好吃，然后就拼命的吃啊，悖逆。嗯，所以，所以美国这个国家呀、啊，是啊。 是那些相信耶稣的人，从欧洲那些清教徒受宗教的逼迫，啊，受天主教宗教的逼迫，所以真的想什么、啊、想平安的信主，所以他们啊离家离乡背井，千辛万苦来到美国。他们来到美国以后啊，这些东西从古至今现在也不吃，啊，就说、是、他们为了啊按照圣经生活呢，他们就不吃东西，他们不知道怎么吃。 最近呢，美国人呢啊，都学会了，都想吃，都学跟谁学的，跟韩国人学，跟中国人，跟日本人学的，啊，所以说美国人现在吃虾，过去不知道怎么吃虾啊，啊，什么憨呐、啊，什么蛤了这些东西，那么乌鱼也好吃啊，鱿鱼也好吃，所以美国人现在什么都吃啊，都变质了。 啊，美国人的这个心地啊，已经也污染了。我刚去美国的时候是，一九七零年啊，那个时候美国人呢啊，真的好的不得了。现在去美国啊，真的，真的我已经污染多了啊，非常啊野蛮。当时我们到美国，开车也不会开哈、啊，买完车以后啊，然后就啊左晃右晃。 最近现在你要那么开车的，后边就邦邦邦啊啊鸣喇叭，啊催促你。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那样的人是吧？那么，那么左爬右爬的就问你啊啊你去哪儿？那、就是他你跟着我，然后给你指路啊，不知有多亲切。啊，真是名副其实的信耶稣的国家，真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啊，这个国家呢一定会好的，所以啊，受感动。七十年代的气氛就这样。我刚去美国的时候，啊，呃，住在比较大的城市哈，什么芝加哥、纽约，啊，都很嗯、呃、都很刻薄、尖酸刻薄。但是，哦、呃，我到了中等城市，叫俄亥俄亥俄州的，啊，啊那儿民风淳朴。 民风特别淳朴，现在变得啊，尔虞我诈。那么得到美国的乡村当中的乡村民风还是很淳朴，像像天国一样，是吧？城市已经变得乌烟瘴气了，嗯。那么枪啊啊，美国那么人人有枪，是吧？所以啊，圣经就是这样，非常科学的，只是我没有读懂它。 所以海物海鲜吃多了，啊，那么那些咸菜是吧，腌制的东西，那个致,致癌物质当中最最致命的物质啊，就是什么？哎、啊。 亚质酸、亚质酸、亚质酸盐和阿敏的两个物质合成的，是吧？阿敏是从哪儿来的呢？啊，有一点，呃，啊，有一点这个像浆浆糊一样啊，那么像这个黏糊糊的东西。 那么黏糊糊的东西当中，这个乌鱼是吧？啊，那么，那么晾干了的乌鱼，让美国人闻的话，他们说啊，受不了，像什么，像尸体一样是吧？像粪便味道。但是韩国人怎么样？韩国人却说什么好吃啊？这个口味的不同啊，我我们说好吃的东西，在美国人的。 口感里呢？他们说，但美国人现在也开始吃，喜欢吃辣白菜，所以这个口味儿啊，啊，口口味儿啊是经常变的，是吧？阿 m 是来自海物，是吧？那么那些没有鳞翅的海物里头，这些阿 m 物质呢比较多；那些有鳞有翅的海海物里边呢，比如说黄花鱼啊。 还有呃鳟鱼呀、啊，这些鱼当中呢，胺敏成分就相对很少啊。比如说呃鳟鱼和呃黄花鱼的呃和鱿鱿鱼的胺敏成分相比呢，差两百倍。而实际这个物质呢，亚硝酸呢，或者是在蔬菜里边，那么。 这个亚硝酸被盐腌制以后呢，就变成亚制酸啊。这个亚硝酸和阿敏啊加一块儿就变成非常有毒性的致癌物质，尤其是什么啊？对肝癌是引起肝癌是非常致命的啊，胃癌呀、啊、食道癌。 所以肝，肝癌和肝癌和胃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是哪儿啊？是日本和韩国，是吧？所以说亚硝酸呢、啊，阿基酸是亚硝酸。啊，亚硝酸啊，韩国和日本的食物当中亚硝酸的成分非常高，是吧？什么这些憨子啊，什么蛤蜊、蛤蜊啊，啊，这些海物吃的很多，然后非常喜欢从。 腌制的食物是吧？啊、嗯，日本日本人和韩国人都爱吃咸菜，啊，嗯，都是那些腌制的东西，咸菜。还有最不好的食物就是啊，庆伤到的那些啊海海物腌制的食物。那么海物加海物加亚硝酸啊，那简直就是致命的、要命的不得了。 又咸又酸的海物的，呃，民族啊，就容易得什么胃癌、肝肝癌的致病率就比较高。那么美国呢，胃癌、肝癌比较少，为什么？他们不吃这些食物，嗯，啊，饮食和我们我们的癌症的种类也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没有一一点的，啊、呃，海雾是吧？所以，什么圣经的道理对不对啊？三千年前记录的圣经，你们说对不对？啊，那么发现这些抗癌、致癌物质啊，我们啊，也不过十几年前、几十年前的事情。那么，那么上帝呢？ 啊，胆固醇啊，已经知道在我们体内会过剩的淤积，那么上帝会安排到什么样的程序呢？就会涉及到清除过剩的啊胆固醇的程序，是吧？这个程序呢，啊，那么已经在肝细胞的肝细胞的遗传基因里啊，已经。 设计了这道程序，肝细胞呢在生产出胆固醇的同时呢，如果血液里面有过多的胆固醇的话，啊，如果这个人无法啊，只要这个主人有清除这些胆固醇的旨意的时候，这道信息传达到肝肝，感感就是我身上啊，胆固醇过多了，我要清除它。用什么方式啊？这个旨意信息可以传达到，就是通过新起点 New Start，是吧？ 就不再吃肉了，啊，然后运动，做运动，啊，这样的话，他的血，他的我的主人呢，现在，呃，决心要清除这些血管当中的啊淤积的胆固醇了，啊，我的主人有这种意志了，啊，遗传基因对什么对信息做反应，对旨意做反应是吧？所以呢，当你们有这种意志的时候。 啊，今天我们要去爬山，是吧？啊，昨天呢，我们又开辟了一条，又开辟了一条道路啊，嗯，啊，非常值得期待哈。那么上山空气好的不得了，嗯，啊，跟我一块儿去啊。啊，他爬山爬得很很利索。 哦，不吃肉的话，可能爬的更好，啊、嗯，啊，是吧？哦、可能这是不吃肉，所以变得这么腿脚利索。原来爬的好哈哈，啊，所以啊，你们的这个意志，你们这个信息，就传递给传递给遗传基因，然后呢，啊，传达给呃干细胞以后呢，那么干细胞就会。 上帝就会启动你们肝脏里边的什么？肝脏里边的什么？H 发分泌一种 H D 二的物质啊，这样的物质呢啊，就启动生产 H D 二这种物质的啊程序，用生命的气息呢，把这道程序激活，那么肝脏就是会生产出 H D 二这种物质。那么这种物质在肝脏生产出以后，通过血液啊。 然后流到血液里的血管里头以后呢，就流到发生堵塞的地方，把所有的这些血栓呢都给溶解，溶解完了以后呢，啊，让它进行再吸收，然后把它重新带回肝脏里边，肝脏里那把这些呃溶解的胆固醇呢，进行分解以后呢，进行分解以后呢，然后把它重新送到胆囊里边，让它变成胆汁。 然后流到十二指肠里边，然后通过大便呢就排出来了啊。那么通过大便排出的时候呢，大像大家最这两天吃植物性呃蛋白的食物里边有很多蛋白质是吧？那么这个蛋白质、呃，蛋白呃植物食物当中的植物纤维呢，会吸收会吸收很多的这个胆固醇，然后第二天就扑通扑通，胆固醇就随着大便。 就排出体外了。从血管呢，通过肝，通过胆囊，通过肠，通过肠，然后排出到体外。排出到体外，啊，所有的机制啊，是非常非常神妙的，是吧？啊啊，我们身体呢，已经有了这种消除胆固醇的机制，完全取决于什么？这个机制起被启启动，完全取决于你们的心怀意念，是吧？你们的旨意。 信息，只要你们有这种决心，有这种意志的话，你们的胆固醇是完全可以被清除的啊！因为体内已经注入了这道程序。那么这种机制已经在我们身里啊。那么你们搞新起点生命运动啊，啊，只要你们按照新起点的原则去生活的话，啊，就能消除胆固醇。但是你们人呢，就不愿意走这条路，是吧？ 所以就生产出消除胆固醇的药物，那么副作用太厉害了，是吧？那么上帝做的东西，一切都是什么？生生不息啊！只有上帝能生产出来的 h、DR、d r DL 这个物质。所以说，大家吃这个那个药物啊，大大量的服用，那么肝就要啊被损坏啊，有很多的副作用。还有呢，那么效果呢也不是那么。 啊，十分显著。但是大家走这条道路的话，效果是百发百中的。药物不行的话，还怎么样？还用什么办法？药物不行的话，人们又采取这种办法。这叫什么？这心脏里边哈、啊，把这块放大看看。这大桥树是吧？这黑色的心脏啊啊，这这是主动脉，主动脉。 这个分支的是冠状动脉是吧？嗯，这冠状动脉。那么这个白色的胆固醇呢，把它放大以后呢，已经血管壁呢已经变得这样狭窄了。这么是就是狭心症变得非常危险了。完全堵住的话，就会来心肌梗塞是吧？所以用什么办法呢？这是静脉，绿色的是蓝色的是静脉原。以前是没有的，从哪儿拿过来的？ 从这个啊、呃、大腿部啊切出一块儿静脉，然后把它移植到移植到它堵了，但是可以血液呢从这儿流过来啊。这种叫啊这个 bypass surgery 就是就是给血血管呢进行改道是吧、啊？那么还会什么？还会堵塞的是吧？ 那么吃五花肉、精神压力、不做运动的话，他也会堵的，而且他堵的更容易，还得手术，是吧？他堵的更快，所以这种手术也不是长久之计，根本之计，是吧？那么还有一种什么办法呢？最近呢是这样，这样做手术，你看啊，呃，插入一个导管，然后这不是淤积的胆固醇吗？然后插入一个管以后呢？ 啊，这边有一个像气球一样的气囊，放入以后呢，啊，通过这个这个显微镜啊看啊，显微手术看导管，导管手术是吧？进入以后，然后准备，然后放气，从外边呢通过管呢给这个气球呢放水，放入水以后呢。 这个胆固醇呢就被挤压了，啊，挤压，啊，就人为的把这个血管壁扩张，啊、呃，我我们称之为气球血管扩张术，啊，呃、接受完了以后，接受以前呢啊，心脏难受的不得了，接受完了以后突然变得怎么样？啊，呃、这回总算捡了一条命了，是吧？但是就此结束了吗？ 啊、哦，还得赌，还得赌，是吧？我不知道人为什么这么不正直，是吧？啊，那做新起点生命运动的话，你不用花钱，也不用遭罪，是吧？啊，可以重新找回生命的中庸。但是通过这种人为的方法这样做的话，那么宁可不要命啊，宁可遭这个罪，还要吃五花肉啊，还要吃这些对身体有害的食物，我真是不不得其解。 啊，所以人开开发这种智慧的人，脑子是十分够用的人是吧？是天才。那么开发一个这样的技术以后，那么一天一天之内就会成为富富甲啊，或申请专利以后。所以我们的真正的健康啊啊，他们不去考虑，反而为什么为赚钱去考虑啊？那么患者在他们眼里呢啊是钱。 所以人们呢总是发挥，发发开发新的技术，然后媒体啊，就是啊有、哎、什么新的技术出来了，新的技术又开发出来了，大家又趋之若鹜。最高的技术啊，大家要记住啊，不是人为的技术，而是什么？最高的技术啊，最高的动脉净化就是，就是什么？就是让你们肝脏生产出 DHR 是吧？这是最高的中庸，最高的技术。 嗯，最高的科学，这是免费的啊，是不知不觉、无为而无不为的技术，是吧？也不用上手术台，嗯，只要改善我们的生活习惯，改善我们的心怀意念，啊，这样胆固醇、动脉硬化也会很容易的被治愈的，所以可以康复成非常年轻的、有生命力的血管啊。 好那么，哦，我对血压呢，啊、呃，没有讲，下节课呢，我接着讲血压。 놀라운 일이 생깁니다 햇빛을 쪼이세요 절제를 해보세요 절제를 해보세요 놀라운 일이 생깁니다 절제를 해보세요 맑은 공기만 씻으세요 우 이리, 생일 이리, 그이 이리, 이